东部地区，陆光驻守美展，有陆军四九三七部队吴副队长主持剪彩。展出的作品有100多件，其中有六幅大油画，深具特色，分别表现出装艺精良、处变笃定、生活立正、富有积极性的战斗意义。妇女节的画展在师范物理堂举行，全部由84件，大部分都是针花和纸木做成，含义各有不同。妇女们用插花艺术和壮观的作品，显示出无比的欢庆、笑声和奋发自强的精神。